说别离，再会怕无期，人在时候像半死。今日遇见竟然是你，我如何处理？你欲语无言，我欲语难言，呆目莫立在原地。是他不爱你，方使你对我感生趣味。是他不爱你，首先说放弃，你没有准备。若他不爱你，不可以盼望等你归来。让我或是吧，让我静静吧，以我现状未算差。今日重见，竟然是你，说从头开始过，算是我怯懦，我没法附和，和我恋上的无助。Something